对，没错，一个传球之后就直接往前面去做推进，接棒，再给说好三分线外两大步子距离 nothing but net， 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射程啊，是，艾布博在外围也起，这一球没进，林书豪想打一个立足未稳，直接开网，艾布个人连得五分，二秒的时间，球迷一起倒数，林书豪。撒网禁区挑战一板，哇，这个闪得太漂亮了，这个逻辑就会比较合理哦，他的整个进攻端上面他做进攻的选择包括导传球都是相当稳定，这边林书豪来一个大号的三分球，书豪这边来转换快攻，这是他招牌的比分雷亚银行员变线球，哇，这一球真的是高难度哦，或者是再拉一个篮板，进去来做 AB， 林书豪拿到分数，要敢去进攻他。对你后面只要把处理球做好，保护球做好，都会是找到好的机会哦。你很远，林书豪要来了吗？三节命中的三分球，不得分慌哦。那今天人又比较少，可能这边又比较少，这边更高兴。哇！里克斯，看一下这个球，真的是有点夸张啊！这个这已经不是很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，还是被他用非常巧妙的好手感啊给投进去。外围，林书豪接进去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球又被他投进了，哇！书豪接球，哦，这个投进好香。回到屋顶，林书豪防守没有追上来，直接砍一个三分球，啊，对，不能放。但劳伦斯也是看在输两场球之后，在领航员这，哇，马上就来一个大号的三分球，在第一节的比赛而已哦。那比赛真的太激烈，要差一个球权，林书豪选择自己能上，得分突破了四十大关，还要到了对手犯规，要站上罚球线。林巴巴已经坐不住了，强打，对，劳伦斯最后放篮差了一点，劳伦斯搭配塔克，哇，这球是林书豪的净算加罚，身体对抗顶开了陈玉瑞，他的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 cross to cross 的一个挑战的一个上篮，啊，这也是在退防当中他比较在行的一个地方哦，嗯，换手运球，球差点掉，再做一个换手，最后在中距离跳投，林书豪拿到这两分，是不是能够减少失误也很重要哦。外围李家康出手没有，篮板球最后还是被 Mullins 容大保护下来。今天开始不是哦，流畅的 behind the back，yeah. 背后运球。而且拉到最后是一个新北直升机连线新北阿帕奇，林书豪在弧顶的位置，这是一记四分打的机会。在上个赛季啊，你会不断的强调说他在场上啊用头脑去打球，那另外就是他有一些的基本功。那可以看到，其实在第四节你自己掌握了蛮多球权，三节其实也攻下了17分的分数，尤其这个三分球是越投越远，你自己有看你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投篮吗？没看，没看，可是我知道第三节还剩7分半的时候，我叫教练，我说你能不能换我下来，我觉得我在想太多，觉得我今年加盟国王球队想太多，都要想怎么去跟每一个队友去配，我那四分钟能休息，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，就是我是为上帝去打球，我要靠我的本能的想法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一直想，你想更多反而会让你更有压力，打得更不好。那我们在那个中间就遇到一些低潮，然后我们要调整很多，可是这次都是从教练团出来，就是一直稳定的把这个文化，所以我们一直是从沟通跟防守跟篮板，那我觉得就是这三四场包括东超是防守为主的，那我们一直是这样的，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球队，那只是今天在禁区要想办法先突破才行，外围三分球，
球进林书豪，真的就是要尽量大胆一点，因为反正对象可用这边也就这么些了哦。哇，书豪真没话说哦，绝手感，对，是一个大面包哦。刚刚是完全撸不进去，对，林书豪在外围大号的三分球，一拍赛就有好火球之术啊！靠阵容来打第一节，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产生。林书豪高难度的后仰跳投。林书豪在小打大的机会，看一下林书豪的处理，在桃园巨蛋直接来摆个三分球，哇！真的在防守端都会付出很多的体力代价哈。对，这场比赛确实有焦土战的意味。林书豪总算是进球了，而且还要到了犯规，冷静攻下分数。这一次要打他的死对头麦卡洛。林书豪想还以颜色，但是钱肯尼在这边跟得非常紧，也用一个 fade away 外围，林书豪把球拿回来，对，尽可能不让对方做那个掩护哦，真的不换掉哦。三分线外，林书豪的好火球之术在第四节上演了，好进。哇，换手运球到篮底下，左手上篮得分，那你只要飞进来，这个距离很远，输好的三分尝试，哇，然后往里面交的时候球被拨掉，前面有多打少的机会，三个打两个，踩下曼尼高给到外围林书豪，这边是一个看框的机会，三分球来了，新北国王重新回到这场比赛，91-96。对，对国王来说是度过了刚才一波乱流，现在看林书豪怎样把节奏稳下来。一个小抛，今天他就是能进球，他过掉了72%，但今天开始感觉有点吃到铁板。书豪的外线啊，哇，一个掩护之后立刻拔进，还剩37秒结束第三节。书豪运下之后外线拔起来，为国王送上遥远祝福。对，必须要去做更多往篮筐的跟进，把空间清出来给一号球员去做一个分球的动作。哎呀，书豪今天的外线是够呛辣。再帮凯燕掩护一个，换防之后弟弟守到凯燕，剩下3秒钟，书豪要来拆这个炸弹，身体对抗空心球，领后者拉开之后球给奥弟，朱云豪在防守他。再送外围林书豪三分线外一大步的距离，今天他的手感是没话说的。回来这段时间国王的命中率是蛮低的，林书伟，哇，好像是技术挑战赛哦，最后是交给哥哥林书豪。对，哇，凯杰这段时间的5分对于勇士的人讲就是救命仙丹的，对，回到个位数的差距了，剩下7秒钟，林书豪外线投进。书豪几乎同样的位置再飙一个三分球，苏伟再拿下这个篮板，书豪三分线外四步的距离，书豪三分线外的出手，哇，林书豪苏醒了，洪志善发边球，三分线外很远的距离，林书豪，哇哦，这一波的防守对于领航员来说非常重要。三分线外的林书豪进，哇哦！关键时刻还是要靠他。是。弧顶三分线外打步的距离啊，又是林书豪的大号三分球。球迷朋友一起倒数。现在一样啊，在控制时间的是林书豪，再罚一个大号三分球。